Hello，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读书时间哈。刚才我看到我们现在一开始哈，在线上大概只有四个人哈。那个我就常讲吧，今天这个社会啊，我们处在一个非常浮躁的一个社会哈，就是大家很愿意跟风，也很愿意表现自己这个进步主义和自由倾向的一面啊，所以有一些什么社会道德的这种运动，大家都非常的愿意参加。 然后的，包括比如川普的现象啊、o 兔啊、保守主义啊等等，啊，各种情况大家都很跟跟风，但是有多少人啊，真正的哈从理论上去了解很多社会现象背后啊，长期以来人类总结的一些知识。说到读书，那很多人其实就不愿意读了，这就是我坚持要开这个读书节目的时间哈。我觉得我们在网络上有很多的这些讨论，在背后都非常非常的缺乏知识的积累。 基本上都是道听途说，有很多的误解。你一定要通过阅读啊！如果你真的想参与社会公共讨论，我觉得负责任的做法还是要好好去阅读，真正的去了解。你要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而不是看你大家都在说什么，或者媒体在说什么，然后你跟着在说什么。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谈一谈保守主义哈？因为保守主义现在成了一个负面的名词啊，大家很愿意跟风，是吧？然后把很多的。 其实跟保守主义无关的东西归类到保守主义，然后进行批评。可是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保守主义，但是我们因为不去好好的读书，不去做研究，一窝蜂的跟风的去反对保守主义，这个对我们整个这个社会的各种的自由也好、秩序也好、法律也好，其实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你不要小看，就是认真阅读这件事情，它是有现实意义的。啊，我老说话就不多说哈，这是 这节课我们早就介绍 Edmund Burke 啊，上一上节课我讲过哈，就是这个可以说是啊古典这种传统上的保守主义的最最主要的 number、no. one 的这个代表人物。所以他到底讲了些什么，代表了真正的古典的、啊、哈经典的或者说保守主义的真正思想？让我们从 Edmund Burke 开始了解一下保守主义真正的思想是什么。刘金宁呢在他的这本保守主义书中对博克的思想。 做了相当细腻的介绍，我就不可能完全像他那么细，只能简要的介绍一下。说到伯克 e d m n b k 说他是保守，问题我们要提出来，就是 b 克 k 他究竟要保守什么东西？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就说去攻击、去批评保守主义，但从来不问保守主义他要保守什么。刘俊宁就说，b 克 k 要保守的是英国人的自由传统，他要保守的。 是英国宪法，英国因为英国宪法专门负责来保守英国人的自由传统。那么，英国宪法所确立的分权体制和法治，这就是伯克的保守主义要保守的。所以，伯克所创立的保守主义，他在保守什么的问题上，他绝对不是说啊不分青红皂白的把一切旧的事物都塞进保守的箩筐。其实，刘金宁说伯克是非常挑剔的，他不是什么都保守。 他的保守主义只保守自由和自由的传统。你比如说，伯克的自由主义立场是非常鲜明的。你说他是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但他具有非常浓烈的这种自由主义立场。啊，你他全力支持当时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反对英王统治的斗争，因为他很反对当时英国国王的权力的专横。同时呢，他支持美国革命。 但是他，我们都知道他是著名的法国大革命反思，他反对法国大革命，这挺有意思。支持美国独立战争，支持美国革命，但是反对法国革命，因为他抨击他说，作为法国革命的雅各宾党人，他说雅各宾党人以革命的名义建立的是一个专横的革命的政权，啊，所以他反对法国革命。他认为在法国革命中，为了确立这种专横的政权，那些革命家雅各宾党人。 不惜打碎已有的法兰西的文明传统，所以伯克觉得这样的革命就是法兰西的革命，跟这种穷兵黩武、滥用暴力之间的关系太过密切，所以伯克反对法国革命。他反对法国革命，就是因为法法国革命打碎传统，而且用暴力。而他认为，当然美国革命也用暴力，但是美国革美国的这个革命，他认为反对的是英王的这种暴力，是反暴力的，那么采取用了这种暴力的手段，而且。 是建立在一个自由传统上的，所以你可以看，在博克的眼中，他支持什么，反对什么，他最重要的就是两个东西，一个叫做自由，一个叫做秩序。他不在乎大英帝国是不是有国际霸权啊，他作为一个英国的这个理论家，那英国是不是在国际上是大国，他不在乎，他在乎的就是自由和秩序。有的作者刘军军引述了一个，就塞西尔的，他说，他说这个博克是美国的朋友。 因为他相信美国革命的事业就是自由的事业，不可同时是法国革命的敌人，因为他相信法国革命的事业就是摧毁秩序和敌视宗教的一个事业。换句话说，就是以自由的名义毁灭自由的一个革命。讲到这里，我不能不感慨哈，其实中共的共产主义革命，从中共建立起来哈，或者说从中国向苏联学习的这种左倾革命。 这些东西就是典型的以自由的名义毁灭自由的例子。那整个这个中国共产革命就是以自由为旗帜，号召了很多革命的年青年人参加了他的行列中，最后啊，反倒被革命所吞噬。所以我们说，中国革命就是一种革命的反噬，革命掉过头来吃掉了革命的子女。 这就是博客最反对的一种东西，就是他对某些所谓说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反对，他反对的就是这样的自由主义，就是这种自由主义是以自由的名义，实际上是毁灭自由，打着革命的旗帜，实际上用革命埋葬自由。保守主义反对的是这种东西，保守主义并不反对真正的宪政民主。这是我理解的刘军宁的讲法。 那么，在国家问题上，伯克同样持的是自由主义观点，因为他既反对绝对的王权，他也反对极端的民主，这是保守主义特点哈、啊，就是他持一条中间的路线，一方面的反对国家嗯、呃、非常强大，一方面反对民主过于强大。换句话说，保守主保守主义觉得谁压倒性的强大都是应该反对的。我觉得这样的保守主义理理念，我个人是非常可以接受的。 伯克意识到，他说：“人类在本性上是有根本缺陷的，所以人类呢，天生就容易滥用权力，所以过分强大的国家是很危险的。”我在这里要给大家总结一些保守主义的基本特点。保守主义的基本特点之一，我觉得啊，我个人的理解不一定正确，就是反对过于强大的国家，这就是保守主义的特点。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是保守主义历来反对的。自由主义不一样，大家记得罗斯福新政，实际上就是把国家的权力更加的强化。 把总统的权力更加强化，这跟保守主义、跟美国共和党传统当然就是相反的。保守主义特点之一啊，就是反对强大的国家。其实今天中国的问题恰恰就是国家过于强大，或者说党过于强大。所以今天的中国真的确实是很需要保守主义的理念啊、哦。那么伯克反对法国大革命，也是因为这场革命造就了一个集权的专制国家。在经济事务上，伯克也是持自由主义的立场的。 他一向反对国家对商业和经济的干涉，主张用代表制度来约束政府的权利，主张国家的权利和能力要受到限制。他尤其主张一定要受到法律的限制和市民社会中各种自愿结社，换句话说，就是公民社会的限制。所以，刘君宁在这里讲了一个，我觉得啊，我认为相当精辟的一个结论，或者说一个描述，对保守寿的描述，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妙。 刘军宁说：“说博客有保留的主张言论与新闻自由，无保留的拥护法治与财产权。”我觉得这真是保守主义的核心和精粹，请大家记住这句话，你反复的琢磨琢磨什么意思：有保留的主张言论与新闻自由，无保留的拥护法治和财产权。 这个是有区别的，这跟自由主义有区别的。大家都知道，自由主义讲的是言论自由是一切，是民主的最高原则。嗯、呃，几乎言论自由就是压倒一切的。可是对于保守主义来说，对言论自由是有所警惕的。但是对于法治反倒是无保留的去拥护的。那对于私人拥有财产的权利也是无保留拥护的。换句话说，保守主义认为法治和私人拥有权财产的这个权利高于言论与新闻自由。我觉得这是。 保守主义跟自由主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分，那么刘金宁讲的有保留的主张言论自由，无保留的拥护法治与财产权，我觉得这句话可圈可点。那么保守的 o 克或者说 o 克所倡导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瓜葛，还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得到有力的一个印证啊。刘金宁说，他说其实伯克最欣赏的反倒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家，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 他认伯克认为孟德斯鸠是启蒙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天才，所以伯克并不反对自由主义啊。伯克弘扬个人的自由，他认为自由应该得到维持，自立就是自己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也应该予以理解和鼓励，而不应该加以阻碍。他所理解的自由是个人潜能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但是，保守主义的特点第二点体现出来了。什么是保守主义？就是。 伯克认为，对自由的寻求绝对不能以牺牲秩序为代价。就你可以寻求自由，这个点他并没有反对。但他说，如果把秩序都给破坏掉，然后以破坏秩序的手段去寻求自由，这是我的理解哈。这就是，其实马克思也批判过，这是一种异化。你手段错了，追求自由不应该以牺牲秩序为手段。可是我们看到现在今天的社会中。 多少哈、啊、B L M 啊，什么黑名贵等等，啊，这种对自由、对平等的追求是以牺牲秩序为代价的，这当然就是保守主义所反对的。啊，那我不知道大家对这这种美美国的黑名贵 B L B L M 运动怎么看？但是我觉得这个刘俊宁在保守主义讲到这一点，正应对了当下的现实。保守主义第二个特点就是对自由的寻求不能以牺牲秩序为手段，或者说以他付出这样的代价。 伯克认为，人要想有自由，必须要使自由受到一定的限制。自由不仅是要受到政治的保护，也要受到政治秩序的限制。他在写的《反思录》中，伯克强调说：“他说我所指的自由是与秩序联系在一起的自由。”这是我觉得，伯克的保守自由主义跟真正跟自由主义很大的区别。他的自由跟秩序联系在一起，是有秩序的自由。然后伯克讲。 第三点重点出来了。伯格说，自由不仅与秩序和美德共存，而且没有美德就没有自由。我认为这是保守主义的第三个特点，就是美德。自由主义在手段上有时候不太去讲究美德，他认为这是保守主义的东西，讲究道德呀，他认为这些东西很保守。我们就是要冲破道德的禁锢，是吧？才去追求自由。过去的性解放等等都是这样的观点。但是真正的保守主义主张的说。 一个好的社会不仅要有自由，也要有秩序，也要有美德。所以保守主义很强调宗教的作用，因为宗教是在美德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的。我觉得这是保守主义的特点，跟自由主义的区别。因为我自己过去是崇尚自由主义的，那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一下就能看出这个区别所在。自由主义没有那么去讲究美德这些东西，反倒觉得美德是一种束缚。那么保守主义呢，就比较强调美德、德行啊，这跟今天极端自由主义是有冲突的。 你这也反映在今天，比如美国的社会现实上，包括比如大家讨论很热烈的、啊、变性人，是吧？是否可以参加体育比赛？这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争论等等。你就反映出来，就是对于这种哈这种社会自由的这种演变，保守主义显然是持反对态度的啊。他认为还是要遵守一定的秩序。那么，伯克认为，如果社会中啊没有存在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中间结构，个人自由是没有保障的。那中间结构是什么？就是公民社会。 这点其实我觉得跟自由主义也蛮像的，就是自由主义也强调一定要有公公公民社会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哈能够区隔开来，这样个人的自由才有保证。但另一方面呢，也要知道人的知识和智慧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必定会对人享有的自由也要产生限制，因为自由是由人产生的。既然人的知识是有限，自由也是有限的，不应该让自由是绝对的。所以，波克的自由概念就叫有限自由。 啊，我们刘军宁给的定义就是博客的自由就是有限的自由。博客认为没有限制的自由，或者刘军宁认为没有限制的自由、无限制的自由必然导致无秩序和放纵。那么保守主义的第四个特点就是非常非常强调法律。e d m o n d b u r k 毕生关心的就是自由与正义之间的命题，就是他认为法律之下的自由才是正义。 啊，我也所谓的正义就是法律之下的自由，所以非常非常强调法律。那么现在激进主义运动，我觉得动不动就是把道德放在法律之上。你比如米托运动就说他们不信任法律，认为法律会包容这些加害者，所以他们做出的道德判断才是重要的啊。所以这个让人设死啊，是吧？在这个网络上做舆论呢、啊，那么他认为比法律还还重要。就是你看激进的自由主义，他是把道德放在法律之上。 那么保守主义是把法律放在道德之上，这是一个非常鲜明对比。我在这里当然不是强调什么样的立场哈，我觉得你可以有自己的选择。那你要觉得应该是像自由主义那样把道德放在法律之上，我没意见，这是你的自由。我只是告诉你说，还有一种选择就是保守主义的选择。保守主义说法律应该在道德之上，不能让道德在法律之上，否则这个社会就乱了。那么这个我我不去发表我的观点哈，那大大家可以自己选择。 那么，伯克认为人类要保守自由，这个作为人这种物种中最美好的东西。第五个特点就是要珍视作为过去的智慧凝聚的传统。我觉得保守主义的第五个特点就是对于传统的尊重和追求。保守主义要保守有价值的传统，保守自由的传统，而且自由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一种传统，对吧？你要真正的尊重传统，就会尊重自由。 所以不是说那种所有说尊重传统的人听起来就是保守派、守旧派，你不要忘记，自由也是一种传统。那么保守主义呢，常常被理解为主张维持现状。其实刘军宁在这里讲了一段思辨，我觉得很重要。他说我们对保守主义常常批判，说保守主义主张维持现状，所以他不对。我们要突破现状，社会才能进步。他说刘军宁说，其实你想想看，刘军宁自己是个政治学者哈。 他说：“其实一切政治行动，都有一个目的，就是保守一定的东西，都是为了保守一定的东西才采取行动啊！那所有的政治行动都是要保守一定的东西的，所以你要说保守主义就是主张哈这个维持现状，其实一切政治行行为都是要维持一定的东西，保守维护所有的传统是所有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伯克并不认为传统是政治行动的唯一依归。” 所以他并不是，他认为并非任何建立在传统之上的东西都是正当的。他也认为传统本身也可以是道德评判的对象。所以他并没有因为反对法国大革命就放弃对法国旧制度的批判。他只是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手段是错的，他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目的是对的，就是对旧制度批判，但手段是错了。在这里呢，刘军宁也讲了一句哈，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的话，他说伯克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是保守主义者。 伯克是保守主义者，因为他是自由主义者。刘军宁说，这并不是一个语言游戏，而是说明在伯克奠定的保守主义中，保守跟自由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没有自由的保守，必然沦为守旧与顽固；这样的保守主义在政治上就会走向威权主义、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没有自由的保守，同样的，没有保守的自由。 必然沦为激进、放纵乃至暴力的泛滥。你看到现在美国社会治安的状况，你就知道现在美国的保守主义受到压抑的结果，就是这个社会越来越激进、放纵乃至暴力的泛泛滥。这样的自由主义必然要走向激进主义。这是刘军宁的解释。所以，整个的总体来讲，就我还是想想说，刘军宁其实大家有兴趣回去看刘军宁那本书，他讲的更多。我只是在读的时候把他的重点画出来。 就是至少我个人的理解，和刘军宁介绍博客的保守主义到底博客的保守主义有哪些特点？我认为有五个特点。第一个，保守主义反对过于强大的国家；第二个，保守主义主张不能以牺牲秩序为代价去追寻自由；第三个，保守主义主张要对于美德和德行有所强调，不能放弃美德和德行，所以宗教很重要；第四个，保守主义强调要把法律放在道德之上，而不要把道德放在法律之上。 第五个保守主义强调对于传统要尊重和有所追求，这就是保守主义的基本观点。我不知道我介绍的是不是完整和全面啊哈，那么只是我粗浅的个人的理解，供大家啊、呃、这个来参考。好，今天读书时间就到这儿，谢谢大家。